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为着一个没有盼望的明天来生活，我们乃是为着一位复活的基督而活，是吗？对摩西来说，我虽然进不到迦南，上帝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，愿你的荣耀显于我们与我们的子孙，我的孩子能进去，我的儿孙能进去，因为你，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。所以提摩太再次拿起你的权柄，再次拿起你的使命，再一次完成上帝的委托，因为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底下，你一定会得